我的心和儿子的心比较。很多人想到神很怕，死了我犯了罪了，真的不好意思祈祷，真的不敢见神。神你喜不喜欢我呢？来试试做下这个试试。神啊，不要紧了，神啊，我不敢见你。神啊，我很多罪，我真的不敢见你啊，怎么办啊？是的，那你表达出一个你的感情。但其实我们可以很轻松的，因为神一定赦免我们的罪。但其实我们很轻松的，因为神，其实我们可以很轻松的，因为神一定赦免我们的罪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有儿女的心了，唉住阿巴父，唉住阿巴父，你做事先，你个表情，你睇下表情啊，真系好舒服，个眼神啊，系啊，咁好，即系将个表情咧多元化一啲，根据嗰个经文，而且唔好觉得你成个系做戏，因为冇可能咁啊，你系讲到嗰度，话剧咩头先？不是，我是講到哪一個部分，即是講到強調那個部分，是的，講個部分的時候，能夠即是當你講到哪個部分的時候，你就可以放表情和各樣的戲劇性的東西。 OK， 好。